接续黎川大捷之后，一路向南推进，完成了对赣北、赣东和赣东南的清剿试探。此次作战的目标是号称匪区北大门的广昌，以此打开进攻瑞金的通道。我们将沿徐江东西两岸同时进发，先肃清外围甘珠围及附近地区，然后采用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。 蒋军这次战略有了决然不同的变化，可是临时中央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这份誓死保卫广昌、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命令是刚收到的电文。现在，就连作战地点和机枪摆放都要中央批准，让我们怎么面对战场的变化？军团长，自从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央。 你就一直憋着气，但大敌当前，还是要大局为重，维护中央的威信。放心吧，我彭德怀这点觉悟还是有的。命令，在所有预定地点，加快修筑堡垒工事。是。老陈，拿糯米器砖石，我总觉得太可惜了。我们这地方。 盖房系统自古就用这方法，很结实的。听说北狗子的飞机大炮很厉害，大家都说宁愿少吃点，也不让北狗子再踏入水去。来。
抓紧时间把这石料全部装车。是。姚子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姚子，哎，把这个给你们老组长送去，就说外面这些石料啊，我们红军真用了，拿着。这个，这是我做不了主，没让你做主，就是让你跟老组长说说就行啊。快，不行了。 成天，您放下，别捆了。红军兄弟，这个可不能动啊！老组长，您别生气，我们是借用，等打完仗之后如数奉还。别说了，我家的门板都拆去修工事了，那没得说呀。可这石材不能动，祠堂已经好几年没修了，这些石材是几年长的？是呀，要是塌了，怎么给祖上交代呀？ 那好吧，老人家，打扰您了。走，咱们再去别处看看。是。你给我担待啊，多担待啊！团长，任务有点紧，我们上哪儿寻找现成的石料吧？对呀，班长，没有石料怎么挡住敌人的炮火？闭嘴，再想办法。哎呀，红军要石料修工事，也是要紧事儿。哟，这也是，这祠堂再不修，可就要塌了。哎，是啊，叔叔没有。哎，奶奶。 奶奶，哎呦，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头发来了，头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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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他说啊，刚才说什么？你没答应给红军石料？不是我舍不得呀，这是赖氏家族的祖产，要是挪为他用，对祖宗、对族人，我都没法交代。红军要石料，是为了挡住白狗子呀。 真要是让白狗子进来了，我看这赖家祠堂，他也保不住了。那这样，把各户当家都叫来，大伙商量一下。如果都点头，我没得说。那好，去，按族长工说的，把大家都叫到祠堂来。哎。 老乡，你好，您这是红军兄弟吧？我们赖氏家族给咱们红军送食材来了，太好了！小陈，走，算一下啊，该多少钱多少钱，到时候还给老乡。是，不不不，来，卸车。同志们，跟我去卸车。好，卸车。奶奶，大哥。 大哥，大伢子，奶奶这么远的山路，您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们呐。奶奶，这是我们营长。哦，营长，教导员，好不好？谢谢您给我们送石料。哎呦，不谢不谢，修工事啊，是红军的大事啊，求菩萨保佑红军，个个都能是金刚盔甲。哎，怎么没见三伢子、四伢子呀？哦。 奶奶，您放心吧，他们都很好。不在一个部队，我只知道，三伢子在军团部当通信员。您家一共几个伢子？5个孙子，4个都是红军，就这个幺伢子，读过几年书，跟他们哥哥比起来啊，就是苦吃的少一点，性情弱了点儿。奶奶。 来势凶猛，已突破广昌外围的甘竹大火山。中革军委要求我们迅速开展扩红工作。时间紧，我就直接下任务了。各营3天时间，扩红1000人怎么样？没意思。3天1000人？你这么多年扩红，哪还有人了？就说男人吧，也就剩几根独苗苗了。
这次范围剿是和敌人硬碰硬，不扩红怎么行啊？站长，在，你就说能不能完成任务？能。嗯，我就是觉得。报告军团长，我们是在考虑怎样完成任务。我有话讲，讲。敌人进攻战线拉长，肯定有奸细可乘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穿插迂回，绕敌？杨营长，人在广昌在，这是命令。是是。我们要坚决服从临时中央和中国军委。誓死保卫广昌！誓死保卫广昌！誓死保卫苏区！誓死保卫苏区！扩大铁路红军！扩大铁路红军！中将，骑兵，老表们，这里有分身，又要到红军啊！没有红军，我们就没有好日子。老表们，这里有分身，就要到红军。排长，你的烟袋真漂亮，是不是嫂子给送的呀？哪有嫂子，这是我娘给我爹绣的，爹娘都没了，奶奶就给我了。好了，去领衣服吧。还有谁报名？哎，我同志，我报名。好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姓林，大号林年。哎，林年，你媳妇那么漂亮，你不舍得离开她啊？我要有这么漂亮媳妇儿，我肯定舍不得。好了好了，不报名啊，别瞎起哄啊。行了，去领衣服吧。同志，好像不是这字儿。这两个木就念林，林哥，你这写的挺像。那你给写个像的。我不识字。那就是这个字儿啊，这个是林冲的林，这个姓多威风啊。威风，你干嘛不姓？爷爷说，改什么，祖宗姓不能改。我，班长，这个字我会写。那你给写一个。嗯。这个字啊，念令不念林，它是同音不同声。对对，这回就像了，就是这个字儿。啥同音不同声的，念起来不都差不多吗？不，这个字就得这么写。行啊，乌鸦子啊，这个不光字儿写得好，人也讲得招入啊，跟大姑娘似的。行，哪也别去了，坐这儿啊，给我登记啊。还有谁要报名？我。好。你可别瞎闹啊！我当红军。你当不了兵，没看布告上说吗？这独子不能当兵。我和我奶奶说去。我不同意。奶奶同意了，我也不同意。什么事你待着点，回家去。哥，去去。不不。现在家里就剩我和奶奶了，白骨子要来了，还不是死？你走了，奶奶怎么办？你给我乖乖待在家里，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没闹着玩，从小你就爱训斥我，说我这不行那不行，你不让我做，怎么知道我不行呢？还敢跟我顶嘴了，哥！爷爷被他们逼死了，爹娘将管家河的人给进了猪笼，还有二哥，生生的被活埋了。要不是红军来了，咱们家就没了。凭什么你能投红三军，我不行？我就是要参军，我要替爹娘报仇。营长。骑我的马去特务营送封信，顺便看看你大哥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赤匪一定就藏在这片莲塘里。看见你了，出来吧，别藏着了。给我打！给我进藏走。排长，这么大的莲塘怎么守？别误了正事。 不不不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我谢谢。认识一下吧，我是红军总医院卫生员何书瑶。红三军团通讯连通信员，你怎么会在莲塘里边？我从五师来，要到总部医院去，部队被打散了，也不知道去哪儿找。 我听说医院搬离头皮了，搬离头皮，去了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们。你上哪儿找？你又不是本地人，又不熟悉路，这样吧，我带你去。但是，你得先和我去完成任务。哎，咱们要到哪儿去？散扎行阵地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该怎么称呼你？戴三牙，快走。 就剩活靶子了。 快，准备战斗！是，赶快进入战斗位置！总司令，总司令长。
钱。好。大夫，我要死了，可我还没给娘跪过，死了进不了祖坟。我要回去，我要见娘。你的伤口刚缝合好，别乱动，等天黑了就。这个命令我们去完成。哥，我不吃，你吃吧，我吃汉火就行。你们的供给早就断了，我都知道，一定几天没吃粮食了。是。哎呀，我在军团部好歹比你们强。你别骗我了，整个军团都断供了。嗯，行了吧？你的军团部知道的消息多，其他部队情况怎么样？哎，这次敌人真爬地死的，一点空都不留，伤亡都很大。这么硬拼，伤亡肯定大。我牙子也当兵了，他在哪儿？新兵连，训练已经结束了，今晚不到，明天也该到了。你说咱们哥几个，就老五是个独处的了，可惜了。营长，上级命令我们，明天多回饶家铺，掩护军团渡江。这儿到饶家铺有近80里路。这长途奔袭打攻坚，组织敢死队，翻越绵城竹林，绕过饶家铺，从背后袭击他们。这一带的山路很难走，通知大家轻装前进，伤员随卫生队立刻向总部方向转移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来，快点，来，往这边走。来了啊！你不回军团部了？嗯。我打车在这儿，五弟也要来了。我和营长说了，打完了这一仗再走。那你要小心啊。你也是。我行啊，我能行。营长，你就弄点粮食吧。有粮的地区都成敌占区了，太冒险。可是大家都饿着肚子，怎么打仗啊？我记得过了那条沟，前面不远有个小村子。我当兵之前，为了躲白狗子，在那儿待过。要不，你多带几个人过去。不用，人多目标大，我就带三伢子去就行，他人机灵，当心点。是。
村里没人啊，老表们都躲出去了。这里有地窖。杨丫子，那边好像有人。不会是进村找你的共匪吧？快上去！是。把钱给老表留下。什么人？出来！走！不敢出来，肯定是共匪！给我打！必须把你送过去。走，咱俩呢？咱俩分头走，我引开他们。天亮之前，我一赶回去。行，我去。听话，我是你哥，照顾好你丫头。哥，快！等电话线接通了，立刻向军团部汇报，说特务营趁敌军主力被师团牵制，于凌晨偷袭表甲部，现已占领主阵地，恳请军团部尽快派兵增援。是。吃饭吧。好。营长。哎。同志们，吃完饭抓紧时间修复工事。大牙子已经走了，咱大伙儿一定要吃饱，否则大牙子就白牺牲。你不是为你自己吃，这是命令。
我吃不下。吃吧，吃完回去谈吧。营长，我想留下。三伢子要求下一线部队，我没意见，就放在特务营，接替大伢子当排长。政委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说，他们家兄弟五人，现在只剩下三伢子和五伢子两个人了，是不是？老人家，红军会永远记住你们一家。我们决定，您老在部队的两个孙子，让其中一个复员回家，侍候您，尽孝道。您看，让哪一个回来的好？伢子们当红军，是做他们该做的事儿。回家。那是当逃兵，伢子们不见得愿意。伯伯，红军扛枪在外，怕有万一啊，这家里头总得留个根吧。道理我说不来，可我心里清楚，红军是为了我们穷人，为老百姓争天下，做的是大事。命是老天爷给的，生死就随命吧。反松浦的第八纵队和周宏元中队第四十三师随时准备在徐江上架桥，以确保两岸部队相互机动，交替驻垒。这些不必再说了。我倒是听说彭阳匪部在赣东南守城四日无食，竟然对当地的民众无丝毫的骚扰。还有，因恶在途中绝汉偶者，每取一头，必置一枚铜元于途中。校长的意思是，2000年前，汉高祖刘邦就知道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这就是所谓的上兵伐薪，也由此可见，共产党是要和我们争天下。但有的人说，我只在剿共，放纵了东洋倭寇。说这些话的人，真乃是鼠目寸光。就说日寇，此次强占我东北，也实乃在我国家
分裂乱象之际，也由此可见，共党才是我们最大的心腹内患。好了，都坐下吧。在过去几年中，我们之所以对共匪是屡剿无功，那也正是因为我们的有些将领不懂政治啊。慈兄，此次务必严刑所属各部和民团，整肃军纪，爱护百姓。请校长放心，学生谨记校长训示。妈，别走，把各位交给你们，注意火力搭配。三丫子，走，后边那制高点交给你们拍，防止敌人的侧翼上来。是。二连长，走。张营长，张营长，几百人向你报道。副营长，后面连前来增援。来的正是时候。新兵连分成三个排，配备到一至三连，听动。是。新兵连一排，跟我来。快，跟我走。新兵连三排，给我集中精力。来，跟我走。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哎，秦团长来了。立年，哎，这是我三哥。三哥，秦团长，好。大哥呢？右地军，快进入战斗位置！来了，小心点啊！啊，快！右边一兵，班长，进入战斗位置！一兵，一兵，快！姚家铺阵地外围已经丢了，侧翼情况不明了。连长，到。你有多少发炮弹？只有12发，是咱们最后的家底了。迫击炮就位，没我命令，谁不理他？是。前方小树林，让炮兵开炮！是，没有了，放！
我们是山选的精英，为党国战死沙场，是军人的使命。蒋委员长在身后期待着我们，今天一定要拿下老将铺。壮烈之辈，壮烈之辈！把牺牲的同志，把他们名字都记录下来。 已经登记了。报告营长，伤员都处理好了，不能动的都撤到林子里了。知道了。跟战士们讲，不用再节省子弹了。是。 三伢子，到。你去看五伢子了吗？见到了。 去给你找件厚衣服吧。 将官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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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哥，五伢子，没事吧？啊啊！恐怕也守不住饶家铺。杨营长，你们还有多少人？现在能动的也就四五十人。先撤下来吧。接五师陈师长。是。撤退命令，是不是给中革军委汇报一下？军团长，五师电话接通。陈师长吗？你们情况怎么样？集合部队，先撤到赖家堡。是是。五伢子，我和营长说了，你回家照顾奶奶。我不。听话，五伢子。我不。你当不了红军。大哥呢？是他让我来当红军的。你不要我找大哥去。五伢子，快起来，来，快起来，五伢子。陈班长说了，大哥还在山里。我能找到他，我自己能找到他。大哥，别找了。大哥，只能在我们心里了。牺牲的时候，最放不下的就是你，三哥。是三哥不好，三哥不好。哥，让我下来吧，我自己扶着能走。五伢子，我左边兜里有好吃的。你哪来这么好看的手绢？你吃不吃？追兵也来，是。一班，跟我上。
自己人，快去通知张营长。是。你们也太不警惕了，在这点火会把敌人招来的。布条和衣服也干不了啊。那也不行，敌人的追兵说到就到。整个队伍都在撤退，我带着伤员走不动，就在这歇息一会儿。何医生，张营长，他们这是？他们是武师的战友，陈师长牺牲了，他们带着遗体跟着我们到这儿的。没伤着骨头，但伤口已经化脓，必须马上处理。我们手里什么药都没有，清除弹片会很疼的。我不接了，我不接了。虎牙子，别丢人，摇着。你那么凶做什么？又不是他的错。啊啊！马上就好，坚持住，就快好了。五瑶子，马上好，马上好。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。小同志，你很坚强。没想到又见到你了，真好。是啊。哦，你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营长说了，天一亮就得走。嗯，你快睡会儿吧。我习惯了，再忙，每天都会写日记。日记？就是把每天遇到的事情和想法记录下来。母亲从小这样教我，养成习惯了。有文化真好，能看书，知道的也多，还能给家里写信。想家了？我家是兴国县的，28年。父亲参加了兴国农民暴动，保安团把我家烧了。父亲、母亲和哥哥，全家12人都被杀害了。当时在南昌卫生学校，就随着叔叔参加了红军。后来，叔叔也牺牲了。我们参加了红军，就是会随时面对牺牲。为了理想，我们都一样。理想就那么重要吗？需要死那么多人？生命真是太脆弱。你呢？Thank you.
五伢子，哥，醒醒，给我顶着，走。拿着，用的时候别忘拉弦。哥，这是保命的东西啊。山东眼睛。一共两辆坦克，不到100人。中队带着重山要赶紧撤。是。其他人能动的都给我顶上去。是。小兄弟，快走。我不走。营长说了，能动的留下。我能动。你和上尉一起撤。走。三伢子，走。收集所有的手榴弹。是是。拖住敌人，兵分三路。我带一路去左翼，你带一路去右翼，是在中间袭击敌人。明白，就是。
记住了，只要铁王八一趴窝，就给我狠狠砸！我要给师长报仇。没事，谢谢。要不是你，乌鸦子就没了。东西两个纵队的推进都很顺利，将军的步步为营、稳当稳打的战术奏效了。这次是非气急之长，采用堡垒对抗，这才是我们胜利的根本呀。这几天我总有一个疑虑，你们说眼前这支部队还是朱毛在指挥吗？就当下的态势，广昌必是囊中之物，是非苟延残喘，不足为力。一定要切记蒋委员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教诲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够彻底的消灭共产党。报告，说，孙尚克得到反馈消息，各阵地人员损失过半，红五连已全部战死，特务营已安。真是再卖也添新不疼。红军七八年攒下的家底，快让李德败光了。立即上报中革军委。和临时中央，命令各部队，于明凌晨前全部撤出战斗，去高湖脑、大赛脑一带集结待命，破坏沿途的所有道路桥梁，以迟滞敌人进攻。都没有，再不送去医院，这条腿可能都废了。何大夫，能不能麻烦你把五牙子送到总部医院去？我们这人手实在是不够，
好。谢谢。三伢子，等部队撤干净了，把桥立刻扛，然后赶到高虎脑。明白。五伢子。哥。拿着。别让何医生太费心了。何医生，来。我在高虎脑等你。和部队一起走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不会，这条路进去，前面有个老吊桥，部队过不去。怎么了？腿疼得厉害吗？我真没有，我就不该当红军。五牙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其实我不怕死，我就是一听见枪炮声，我就全身发紧。你是女人，你都比我强。五牙子，没有人不害怕打仗。我刚开始当红军的时候，我也怕。我第一次听到炮声，吓得我腿都软了。后来，慢慢的看惯了生死，也就不怕了。还能过人吗？应该能。我三哥以前带我走过。怎么了？我怕水。那姐，让我先走。爹。
就是队友一支队伍，快走！好，快点，快！同志们，把木头绑好，叫上煤油，小心点！老板们，不要再修工事了，我们准备炸桥了。 老张们，你们听我说，二爷，首长命令炸桥，是为了野狐大部队和机关转移。傻子，这个桥是赖家的先人们修的，你要是把桥炸了，对得起赖家的祖先吗？我们的田还在对面。 桥炸了，咱们怎么活呀？是啊，不能炸！炸！告诉赖婆婆，说三伢子要炸桥。秦叔，秦叔，你不能去！干什么？兵长说，特战总发怒了，问你为什么不炸桥？没炸了，桥上这么多白青吗？可是，可是个屁！二爷，现在整个机关、兵站还有医院都没有撤完，这会儿要是敌人打上来，无论是谁。 军阀都不会容情的，那你就先把我毙了。祠堂不修，我认了。可这桥不能炸，我不能再对不起乡亲们了。三阿哥，你也是赖家的人呐、啊，今天你要把这桥给炸了，你就死都进不了赖家祠堂。二爷。 把我们也干了吧！乡亲们，赖婆婆，赖婆婆，三伢子他们要炸桥了。您老可说句话呀，这个咋办呢？ 走了，大批敌人已经到达关口了，来不及了，快炸桥吧！守住桥头，保护百姓！快点，快！乡亲们，来不及了，三伢子求你们了，你们都下桥。 Oh.
止住了，目前只能这样了。你待在这别动，我们的人应该离得不远。我会叫人来帮你。不，不要叫人。吴教文，我们两个背不动你，他腿也受伤了。站住！啊！你要干什么？把我送到河对岸。 你这个家伙，门刚刚救了你，你还拿枪对着我们？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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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止不住血呀？没用的，我是医生，你快走吧。我们一起走。 怎么止不住血呀？
硝烟弥漫。
风雪漫天。